这个大家好，这个在这儿呢给老铁们来一个打大眼网的视频。一说这个大眼网，朋友们就知道钻网眼厉害，朋友们。所以说每一个玩网的朋友们，就是我感觉捡大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每一个网都是钻网角的。您说我这个网做的不钻网角，它不可能。尤其是这个大网眼，朋友们，你看一看这个网眼，朋友们，小拳头都能过去，朋友们，它怎么能会不钻网眼呢？所以说你在理网的时候一定要心细一些，细心一些，朋友们。看一看，朋友们，咱大致这么着，咱还是拉个圈，朋友们。如果不拉圈，由于咱的技术含量还不行，还达不到，朋友们，不拉圈咱也打不开。看见没有，朋友们，这是一个新网，这是一个这个网，朋友们，我用的这个网就是这个网是狗蛋定制的，朋友们，户外狗蛋蛋儿地，这个是给蛋儿地试了一网，也顺便呢给老铁们来一个打大网的教程。这个网是一个14公分网眼，14公分网眼是一个4边线的，朋友们，而且这个网的重量在17斤，钓好网兜它的高度是7米吧，朋友们，钓好都7米，朋友们，咱那个圈就拉好了，朋友们，看见没有？我感觉打大网，朋友们，你把这个手举得稍微高一点，和头顶或者是头顶以上，这样会容易，很容易把这个网打开。如果抓得特别矮的情况下，我感觉不一定能打开，但是我的感觉，朋友们，我的感觉也不一定正确，朋友们，仅供参考。如果你看懂了，朋友们，别忘了给永定一个免费的关注。和头顶差不多，靠着内侧，朋友们，起起来一个钉，一两个兜，看见没有？然后朋友们，我捡网的时候捡的不是太高，因为我的发力点不行。看一下，朋友们，有程序的往上捡。最后这两个兜这么着，这个大网眼，朋友们，如果你感觉到这个网是拴到兜里了，你用手把它给拿出来。你明明的看到它钻兜了，你不动它，你就接着捡，继续打，谁也打不圆，朋友们。来，朋友们看好了，捡好的网是有层次的，朋友们。然后呢，朋友们，咱炫一网，朋友们，这个网是14公分网眼，7米高，17斤，是给天津的狗蛋蛋地，咱给它试一网。轻轻的往后，朋友们看好了，猛的往前，中击！各位兄弟们，如果你感觉还满意的情况下，记得给永定来个免费的关注吧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大家。专业导播辛苦损哈，处处二手网，上单丝，中间是狂野8边2号线哈。下边1.5号线，全网是8.7斤，4指的网眼哈，这一条双扣哈，450包邮，来共砸坠子哈，20公分网眼，野井8边2带，大力马线，专门打大货的哈，钓好都高度6米5，全网11、12、13斤吧，啊，这一条哈，高度6米5，这个是550哈，550野井8边2带的哈，专门打大货的，550包邮。这一条上边是进口单丝啊，4指的网眼，钓好都高度4米5，下边是用的大力马线，人工砸坠的，看到吗哈，正翻双死扣哈，人工砸坠的这一条哈，520包邮。这一条野井8边线2带，大力马线，正翻双死扣，这个是15公分的网眼，拉直15公分啊，也就7指哈，钓好都高度4米1，500包邮。这一条3指的网眼哈，野井现在8边大力马线，正翻双子扣，上三中四下五啊，油上大了哈，全网的重量啊17.5斤，打杆鱼，专门打大货的哈，大宝坠啊，这一条6米5高啊，不6米1高，喜欢的可以联系哈，这一条850。还有进口胶丝线2指的网眼，钓好都高度6米，全网差不多9.8到10斤哈，2指的网眼哈，人工砸坠的，
这一条450包邮啊，没有窟窿哈，看一下进口交车线的450包邮哈，人工杂坠的，懂得自然懂哈。还有这一条，这一条啊，这一条是那个进口两边啊，五指吊好都高度四米左右啊，450包邮。这一条两指吊好都高度三米，一半子坠子一半铜坠一半铅坠啊，这一条小网小飞网，新手可以用哈，最低价格280包邮，底下一半铜坠一半铅坠哈。还有这一条两指吊好都高度五米，全网12斤左右，上了11斤铜坠的，纯铜坠的哈，双扣四边哈，双扣四边双扣，有小窟窿，但是客户补的不是特别好，已经上好通油哈。这一条原价550，现在480包邮，全部铜坠哈。喜欢的哈可以联系，电话号码打在公屏上，有喜欢的哈可以截图跟我说一下要哪一条。